5月5日，勤奋在日本东京街头被偶遇，身高曝光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勤奋身穿紫色短袖，搭配牛仔裤，打扮得相当时尚。不知道是勤奋太矮，还是网友拍摄角度的问题，甚至有人猜测勤奋到底有没有1.6米。能够看到勤奋与一群好友站在街头，在人群中比他们矮了半个头，有种郭敬明的既视感。勤奋似乎知道有人在拍摄，还看了一眼镜头，但并没有上前阻拦，随后又低头玩手机，完全不在意被认出。有网友吐槽，看了半天也没有见到帅气的小哥哥，最帅是不是有不减呢？还有网友表示，原来路人视角下的勤奋长这样，与他晒出的照片差太多了吧，完全认不出。众所周知，勤奋是知名富二代，他的父亲是叠马仔出身，身价百亿，因此勤奋经常被拿来与王思聪比较。这些年勤奋非常低调，一直都定居在日本，很少在国内露面。此前有网友爆料，阿娇为勤奋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很多人都跑去询问勤奋，但他并没有回应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